既然小乐来不及去乐园，小凯，你就代替小乐，跟我一起去吧。我们一起去乐园吧。Go go go！盟主的金币那么多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啦？只是这样子看会都是作弊耶。奥斯堡主，大家都是这样，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。